到底要吃些什么东西才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呢？现在就一一为你揭晓。第一，没有提子，奶鸡提取物，它本身呢是富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，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免受一些像酒精啊、自由基的伤害。第二呢是 artichoke 菜鸡提取物，它可以减少我们喝酒过后的宿醉一些症状，可以促进我们的胆汁分泌，也可以预防胆结石。而且它也富有靠抗氧化、肝脏保护啊、调节胆固醇合成等功能。第三呢，就是我们的姜黄提取 HCS， 四氢姜黄素呢具有更高的抗脱胎，还可以抗炎，而且它还可以抑制脂质过氧化，预防肝细胞受损。第四，西兰花籽提取，里面的活性成分呢 glucuronolamine 浓度最高，可以有效的帮助支持我们的身体天然肝脏排毒过程，帮助我们的身体解毒。第五，法国橡木提取物啦，可以帮助我们的线粒体生产更多的能量，让我们可以减少疲累，人更精神，改善我们的情绪，都可以缓解失眠，增强恢复能力，增加肌肉，还有就是促进抗氧化酶活性啦。以上这个成分呢都可以在 Be International 找得到，大家也是可以询问我，我是千玲。这些成分呢就是我们的 Live Core 啦，最重要的还是少抽烟少喝酒少熬夜啦。